好，我们有个重要的包裹到了，就是我们这个液化气灶的架子，现在给它拆出来，拆出来之后我们要装上，然后把那个我们的液化气灶也放上去，放上去之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大体的位置，然后好装这个抽烟机，把它弄好了之后，然后过段时间我们的那个厨房新增的那些置物架到了，就我们厨房慢慢就好了，一步一步来，一点一点弄的。很紧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装这个。刚看了一下视频，发过来的视频，大概知道了第一步怎么安装。你是想先把这个板子加起来的？对。但这个的就得两个人，两个人合作搞，一个人还没法弄。在树上，他也没有位置死。他是受到惨了。好，装好了，我们先试一下，看看这个位置。把这个先挪下，我先把那个小狗碗，狗碗，小心水。没事没事，我看看。好，正好，这个位置量的太量的太好了啊。可以啊，行。给它拿出来，我们继续把下面安了。OK， 最后一个螺丝拧完就装好了，就主要把上面的那个保护膜也撕了，这样它的庐山真面目就露出来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啊，挺结实的。哎呀，撕这个好治愈啊，有点像撕那个叫什么，夏天身上晒脱皮，有点像撕那个，很治愈的。OK， 搞定。装好了，先洗了个手，吃点黄粑。水给我烤了。特别香，烧了这个煤炉子，我们上面多了好多东西，这个多真是糍粑，有银子那个嫩的一次，这个是糍粑，没得多东西吃，嗯，好香，休息一下，我把液化气灶放上去。把那个抽烟机装了，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。来，把燃气灶加上，正好啊！妈呀，怎么刚好？一切都是正好。这个应该是这个的，这个应该是这个的，这个是猛火灶。嗯。这边这个是猛火灶。这是小火。它本来就不稳吗？它就这样的，是滑的呀。就这样的。显而易见是的，它这个是这边是普通的这种火，这个有这个好像是4000多是吧？八的火力，啊、这边是5200的火力最高火。嗯，对。那我们的这个抽油烟机就要装在这儿，装在这儿，管子伸上去。你来试试这个炒菜，还是高了。你看你，如果你当时买80高的，对，我直接是这样的。那你的腿再长一点啊，变。那你搞个板凳嘛，哎，你可以搞个板凳啊。就小孩的那种刷牙凳是吧？哎，可以的。很长。
好，我们把我们的油烟机给拿出来了。来帮忙抬一下，抬到上面。对，来，我们一人抬一边。嗯。我抬这边，你抬那边。变滑了。对，我要先看一下位置。来，走。哎呀，哎，看一下，在这儿。这儿会不会太矮？等一下啊，放放，把往这边点，放放放放放，要往这边点，来。啥？来看看啊，往左边点，左边，就到这个位置吗？可以。等一下啊，再重来一次。咋了？嗯？怎么了？你得量位置。OK， 那边画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装这个抽烟机。小螺丝的装了，一干活手又受伤了，拉了一道口子。我们还是把这个手套戴上了，这个手套主要是太大了，你看它多出来一截，这就不好用，那个手套有点脏，还没来得及洗呢，我准备给它洗了，洗完了之后再用，现在要开始打洞了。好，把这些东西先挪开，挪开我把它打洞。这个要挪开吗？对，桌子要挪开，就是桌子，主要就是挪桌子。好，开始打洞。OK， 现在轻轻松松就可以打四个洞。我们现在要开始钉这个，要锤子。嚯，这就装好了，可以啊，这又省了150啊。可以撕这个了吗？可以，可以撕，可以撕。不是 bless。 好，最后一步不能戴口罩，不是戴口罩，戴手套了。对，细致活，那个剪刀呢？哪里边剪什么刀啊？粗鲁，别给它拉烂了。不会拉烂的。粗鲁。我们还得把这个桌子再往那边捅一点。不然呢？哪边都无所谓吧。这边是这边。这头是应该是装在这儿。慢点啊！我们这个，这个好像小了，这个洞好像大了。还行。我那个我也有啊，还有，我没查。应该是够长的，差一点点。对啊，就一般是。还真的是不太够长。我觉得拿透明胶把个粘起。这边啊。你前面撕扯了没？扯了。
风景。然后就是第四节的时候还说扯了呀，还有大节。好，搞定了。他那个地方比较大，所以说我们裁了个纸壳在那儿粘呢。就是农村就要有农村的样子。你要搞个烟就在测试一下。那倒没有必要。测不测试都安好了。对，就这样吧，可以了。我先去外边再把外边再固定一下。哎，他这个怎么玩啊？这个你自己研究了。哎。哟。哎哟。OK， 搞定了。然后。就要等到我们的那个减压阀，然后管子，然后再喊一罐液化气，我们这个炉子就可以用了。哎，这样可以吧？之后他们就在这儿炒菜了。OK， 我们这边全部都弄干净了，弄出来了。这个现在扫地。扫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拖下地就 OK 了。来看看我们的新厨房，还有一些储物架还没到，到了之后我们把这个都要归置好，主要是这个位置，嘿嘿，像模像样啊！一定得看。哇，你们晚餐吃的也太丰盛了吧？对。来，卤排骨。凉拌折耳根，煎臭豆腐，哇，这臭豆腐好臭。咱这个新热米米，这先试试哈。在那个赶集的时候买的，就有点像那个巴布的那个。嗯，有点。哇、哦，好丑啊，这豆腐。你给你看一下。嗯，真的。太爽了呀！这些都是我不能吃的，我就看着你吃。嗯，还真狠，你问他了。太臭了，臭就一个字。哦吼，有一面煎好了。哇，这好爽啊！哇，这臭豆腐真心的臭的。你们有吃过那种臭的发绿的臭豆腐吗？我们贵州有，两面煎金黄，然后一点一点的摞着吃。我们凯尼那边还有一种吃法，就是把它全部捣烂，然后煎成捣烂了以后呢，煎得稀稀的，然后在上面就会有起这种金黄的壳壳。哦哟，那个才真的也好吃。哎呀，这就是我们贵州的豆腐圆子。豆腐圆子一定要配一碗这种折耳根辣椒水，像这种的比较稀的这种蘸水。哦，还有小姨的卤骨头，太香了！今天晚上啊，给你们说话的同时，我正在分泌口水。虽然肉哥吃不了臭豆腐，豆腐圆子吃不了，但是我给他弄了一碗这个折耳根辣椒水，为什么呢？吃折耳根辣椒水呗。好残忍啊，给他加一块肉肉吃，这个纯肉的可以，也行吧，来就吃一块，然后蘸着这个辣椒水，哦哟，就跟我们贵阳的那个青盐猪脚是一个道理。哎呀，这个快过去，很好吃，快过去，赶不走了，快过去，他一直在闻。吃一下小姨拌的这个折耳根辣椒水，一定要给它裹满了折耳根辣椒水，这一坨下去，弄了，哥哥，天哪，怎么样？好吃，中国羊，但是相当的好吃。哦，豆臭豆腐也好了，看就这种，把它这样捣烂，就可以吃了。哦，我这好稀啊，老公这个。小鱼做的这个折耳根辣椒水，绝对就是我们在外边就是吃的那种，
炒米线。哇，这个可以，老妈绝对爱吃这种。这就要把这种捣烂，哇，这种吃起太爽了，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壳壳，整点辣椒米，我拿辣椒米，嗯，就是味道，好爽好爽，我要吃两口。嗯，觉得这个好嫩哦。小爷，这个臭豆腐也挺好的嘞。嗯。嗯。我们这个。嗯，因为冬天比较难那个什么，窝臭。发酵。发酵，对，就是比较难臭。哦。好吃。这桂普发酵。